我们的荣耀花莲队有23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候选人，上台的时候请给他们热烈掌声。首先欢迎上台的是秀林乡第二选区乡民代表候选人高维宁，花莲市第三选区组织头乡民代表候选人欧彦智，请上台。花莲市第四选区国字头乡民代表候选人庄一杰，花莲市第四选区国字头市民代表候选人严真琪，花莲市第五选区平地原住民市民代表候选人谢祖明，严山第一选区乡民代表候选人黄登峰，严山第一选区乡民代表候选人苏文将，玉里镇第一选区镇民代表候选人吴陶成，周文君，鹿里乡第三选区平地原住民乡民代表候选人潘富本，鹿里乡东里村村长候选人袁生全。接下来上台的是花莲县第一选区县民候选人张美惠，花莲县第一选区县民候选人胡元顺，陈才能，花莲县第三选区县民候选人王格志，花莲县第三选区县民候选人林哲诗，花莲县第四选区县民候选人陈飞平，花莲县第五选区平地原住民县民候选人林姿彬，花莲县民生里理想候选人吴明琼，魔女理想候选人陈文祥，玉里镇乐和女理想候选人李建新。我们再用热烈掌声，台上这一群就是我们荣耀花莲队的精英。接下来要介绍荣耀花莲队的队长，我们的县长候选人古老师，请上台。3位最优秀的精英就在我们的荣耀花莲队，我们先给他们热烈掌声，我们帮忙喊一下好不好？